然能打你，特别放心。有一个在一定。这魔镜打两圈吧，没问题。难度打多了。不是，早上不是试了那么多，浪费掉了，你知道吧？本来早都够了。昨天我跟何志平找过了，就找到那一盘子。然后他，你中午跟我讲管还有一盘子。我都刚开始说两盘都拿去了，我刚才问你说又拿了一盘。因为你跟我说还有一盘找到了嘛，那肯定就一盘嘛，这不是废话吗？说我昨天又拿了，你我问你今天拿了，你说拿了两，我说是不两盘，你说的，我还怎么说啊？我能不相信你吗？我没说是你的错，我的错啊！不要在那边唧唧，在那边唧唧歪歪的哈。赶紧淹掉！你说的是知道水是多大吗？去南门市吗？是两小时吗？哎，不是，你过来。这个哪两小时啊？太鸡巴蛋！这个的话，一个一个打嘛，你要一打一个，很快了。你看我一中午都干了，妈的！一中午干了，干了两个，干了两个。打也好，打五十个标准，只要打到150都是保费的。他说这边100个吹不起来，那50个吹得起来。这样没风热，这边没风好干啊。然后时间不够了，放在那里面还关键了，大家拿过来用。全部都打出来了，发现有加热了。那就没有就多了，那就要用掉多了，一波。这样干，我们连一盘料算你一个，就能打个十几波。一盘料算是，顶不住，很少。刚好给打完算了吗？还有5分钟，赶紧算了，不然没打完不要钱的。接两模看一下，中间各种这两个测都一样。你别拍屋里没电了。这我还是妈的有准备的。差不多也就6-7模吧。这一模下了，这一模下了，这一模打完就关了。